ยี่นั่นที่ฮ่องทอจึงเมกี้ช่วยเปิดสร้างนั้นไต้หวันที่เป็นเดือดเดือดปุ่นดังในชิวจงให้ได้อีเจียงฮะอุจิได้เชื่อท่าเกี่ยวกับสิ่งตั้งดังสีญี่ปุ่นกุนจำลิงเดไต้หวันด้วยเกย์หลังไต้ปักเอจินจิงนะลากุยเชื่อเสียชีวิตนะตีเมียจงทองตงกิ้งชงฮะฮิจิกังฮงฮุน在地所在名的示威不好化妆得出台北六月七日伊坐德国的商船总啊对河尾河尾就即卖台北关的淡水总啊逃走去中国的厦门台南的人民知影讲东京上已经逃走台北也留在地日本人的手中迄当阵有时阵啊，推台湾风雨斑斑，刘英福为第二任的总统，啊，设议院在伫台南府城推选的巨人柯显利做议长。那么这边的日本兵呢，以台北做大本营，兵分上路，东攻宜兰，西攻新竹。客人的柯洪家来领着义勇军。欧基军啊，在新竹一带来甲日本兵，会使讲激烈的战斗，双方拢死伤不计其数。但是最后抗日的日军欧基军啊，彻底惨败，副将的杨子云来战死。日军势如破敌，夺下八卦山，必须在彰化城来投降。经过无外久，日本兵又搁连连来攻陷到森林苗栗。日本兵进攻嘉义的时阵，五立山谷中间被着抗日义军的林义成来围杀。迄当阵，这个领兵的这北壁川江灵柩亲王呐，就是听伊讲去予林义成的部队来杀死。但是这个秘密啊，日本人拢无宣布。日本人对我讲，伊是伫台南破病死的，唔是去用台死吼。了后，就家己已经呐沦陷，家己失守了后，所有义勇军呐已经是断筋扭转啦，前无在调弓，后壁阁无援兵，粮草阁无，所以到尾啊吼，就安尼孤立无援。大统领的柯洪家也迫不得已，总啊绝望。逃走离开台湾，留下宰相人讲无官连挂地，孤身无力去回天，这句悲惨的诗句。董景祥甲柯洪家都离开台湾了后，最后村民族民主国的。第二任的总统哈，迄阵就是廖英福，伊坚持不变来反抗日本兵到底。廖英福市民坚守台南，全方面团结着一寡只四线的军队，结合全岛有钱的士绅啊，将这个义勇军哦，甲扩瓦来，啊，募集着军粮，以乌旗做标志，成立着乌旗军，继续搁再甲日本人来拼斗。但是最后还是输于日本兵呐。拼死抗日的老英雄，终于被台南地区的生理人要求之下，逼伊离开台湾。迄阵啊，讲的意思就是讲吼，你家离开日本兵，你较袂入城了后，从啊报复，啊来屠杀一寡无辜的百姓。认真讲起来，老英雄比董景祥、甲柯洪家因两个人吼，佫较有爱心来疼台湾呐。柯洪家啊，甲这个董景祥，因老早就走了。老英福被不得已，眼看着战败连连，又搁军心大乱，伊才怎啊悲痛对安平港坐船啊离开台湾。台湾民主国伫短短时间中间底下怎啊冰消瓦解，留落来只有是面对战场一片茫然的台湾人。因悲愤看到台湾的中国统治者，在危险的时阵，日头赤呀呀，虽然过性命，最后放杀到台湾人，内心的痛苦是深刻无比。台湾最后落入日本帝国的魔掌。